单琴随手转，双琴扣带锁，敲来敲上过，脚踢脚下笑，按头左手转右马，左后俯身走巨马。寸拳就是在一寸之内发出全身的力量将对方打出。肩与胯合，肘与膝合，手与足合，琴是死的，打是活的，擒拿有成，方进兵器，兵器乃手足之延伸，所谓人气合一，心与意合，意与气合，气与力合，内阴外阳，内外贯为一气。枪乃兵中之王，敌为九阳之首，但枪最锋利之处，只有枪头六寸之位，故意远攻，不意近战，正是枪似游龙，不出则已，一出勿要置敌于死地。枪为拳，所谓过手如登山，一步一冲天。力从地起，拳由心发，转身灵活，飙马快，敌手轻巧，虚弱马，一将对方将，三关任我打。八卦掌取法于刀术，单换掌是单刀，双换掌是双刀，有64变化，擅长天门抢攻。学功夫不能死练，动作太花俏不一定有效。如果你们要打人的话，首先要学会挨打。搏击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击倒对方。所以我一定会要求反应速度跟力量，还有最简单的攻击，也就最直接有效。我最近学会一套拳，什么拳？是霍家的迷踪拳。想学啊你？我教你啊。拳脚下开，魂与日要结果斩。内力扭转变身，内藏玄机。风背拳取灵元之聪捷，学百极之神威所创而成。手如铁，哇万似棉，两条胳膊似竹鞭，身如蛇形，腿身乱，手如流星，斩似电。拳有三节，掌有三尖，上三路柔的，下三路紧的削。这招叫摊掌。还手，盘龙一式，按头翘尾，防守中锤，横拦抵掌上，挡手即拳头。无走山法，练精武劲。猛虎下山来使凶，恶虎亲将迅速来。恶将轻巧，名叫龙首。恶鹤群下手作弓，恶虎会怒力壮高。龙血神韵，鹅肝化毒，天柱倒河马，刀龙脱角先带马。无形练骨，暴行练力，蛇形练气，鹤形练筋。龙神练，就是规矩，压住。记住，要有实力。你不能自己打电话，有种本事拿走。气势高下，便取生死。
纯粹点，一起来吧。无根无脊，太极过手如登山，一步一冲天，行一拳，似醉非醉，行醉亦不醉，醉拳内存八亿，外御八节，进发完这一招接下靠你力力气力气螳螂拳，勾头菜挂，腰缠绷带，上手随机试打，寻机细打，进攻手，出手打，回头。卷尘沙起，云花雨落地，无数英雄涌四方，人间正气存无尽，刀剑穿佛心，心思缠绕英雄地，情泪伴就洒天际，饱蘸热血诉过去，哪有不长生不敌，哪有人而不屈，哪有无中的局，哪是中国人就可以进来，你们家到中国就比较粗制，中国人的地是我们中国人的，要是要伸手来抢，我就把他们的手给剁了。中国这个地方几千年了，来了多少想欺负我们的外国人，最后等着的就俩字，滚蛋。我背后还有国家呢，你怕什么？那就打，全舰进入一级战斗部署。是，一级战斗部署，一级战斗部署，开跑，开跑，我只不过是个中国人，为生活我可以忍，但侮辱中国武术就不行。告诉你们，中国人不是病。我是个练武之人，遇到不公义的事情，我一定要站出来，这就是我们学武术的初心。
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？你听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武士。凝眉怒目，厉降龙。铁拐李，拳招七状，吊环歌。追猛虎，半藤下山擒。咏春拳分为四，分别是小念祖、俊桥、镖局和木吕庄，包括有摊手、肘手、蒸肘、智手、防手、扶手和日字冲拳。白流之速，甩手之冲，拳打中线，先削后打，连削带打。记住，立先发，立在立，立后发，立在拳。这句话你就说对了，生我们控制不了，死我们控制，生死之间我能控制。张范大伟，没听明白便听我话语，今生我便听我们金正爷我正听罗芬。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不喜欢开玩笑。我也不是跟你开玩笑。怎么这么老土？野兽都老不去开。螳螂拳也是属于象形拳，门派繁多，又分七星螳螂、梅花太子螳螂、六合螳螂和摔手螳螂。地生根，今天我一定要打赢你的霍家拳。暴打杠，出击力度强如棉。贺打铃，贺打寸劲力连环。头关在腕，碰敲破；二关在肘，刚敲打。分定寸，猛拳。你们中国人都是东亚病夫，让我们中国人回来。明月照大江，他自恨来，他自恶，我自一口正气足。分定寸，